叫文月，然后我姓陈。好，那我今天会带来一些我最近喜爱听的歌，还有一些我自己写的歌跟别人写的词，然后我想的一些旋律，就分享给你们。等一下哦。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一个叫做池修的人，然后他写的一首歌叫《正想着你》，然后就分享给你们。OK， 然后直接唱喽。明明就想了很多，却只问你爱吃什么。我是不是脑袋烧坏？Thank you.